六年级下册第一单元单词，每天晚上七点直播，学习下册新单词，复习前面学过的，讲习题，学语法，记得提前预约、关注、收藏。我们学习了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，所以这些单词也比较好记。我们学过原级的，只要掌握它的变化规则就行。第一个 ，young， 年轻的，加er比较级 ，younger， 更年轻的 ，old。年长的加er older 更年长的 tall 高的 taller 更高的 short 短的矮的规则变化加er shorter 更矮的更短的 long 长的 longer 更长的 thin 瘦的 thinner更瘦的，注意这个是在重读闭音节双写最后一个辅音字母再加的一二，注意这个变化规则。heavy 重的 ，heavier 更重的，这个单词是以辅音字母加 y 结尾的，先把 y 变成 i， 然后再加的一二。big 大的 ，bigger 比较级更大的，双写最后一个辅音字母加一二。small 小的比较级规则变化加一二 smaller 更小的 strong 强壮的加一二 stronger 更强壮的下一个空笼看发字母 i 在这就发 i 本身音 a 我在弱读音节中发 a 后面的 a u r 发 o dinosaur 大厅 hall or A L L 发 or for 下一个米 meter 它有两种写法都是对的啊。